火火，甜甜蜜蜜。新年好，祝大家合家团圆，吉祥如意，祝小朋友秋分快乐。耶、yeah. 祝大家五福临门，爱情顺利，饺子出锅喽，吃饺子喽！新年里祝大家财源广进，好事成双，幸福平安。在这儿，我们代表爱情保卫战的所有工作人员，给您拜年了。站在台上的是我们四个，但是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也通过我们的镜头给大家发来了新年的问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来，节目以后呢得到了很大的帮助，现在我们不但结婚了，而且呢我俩的宝宝呢也出世了。祝爱宝所有工作人员以及观众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身上不长膘，人前你最俏，希望手上有钞票，做梦都在笑。祝愿大家财源广进哦。要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朋友通过我们的镜头给大家带来的新年祝福。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的，要保湿伊贝诗，伊贝诗弹润保湿水。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 赢百元现金券，更有火车票、机票、酒店优惠券领不停。现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情感故事，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下面就是送红包的时间了，打开手机微信，摇一摇摇电视，进入到爱情保卫战的互动页面，百万红包等您来拿。祝大家摇到大礼包。爱情保卫战陪伴了我们已经走过了五个年头，在这期间我们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情侣和夫妻，他们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是在这个时代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今天让我们来看一下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当初是怎样的。不是，那你要他是干嘛的呢？挣钱啊。他要没钱你还跟他吗？这要想一想。你跟我点什么头啊？你现在也得喜欢吗？要不然我费那么大劲干什么呀？对对对，姑娘你别哭啊，以后还每年都过那个14号的节吗？不过了，无所谓了。那个什么亲亲日还亲吗？很亲。
在这段集锦当中，我们看到了在爱宝的舞台上，过往因为事业啊，因为个性，因为梦想，给爱情带来了一些麻烦或者叫阻力。接下来的这一对年轻人，或者叫这对情侣，他们的爱情就遭遇了梦想和爱情的冲突。让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认识一下即将走上这个舞台的他们，请看。别走开，留下来。没有你的支持，说唱还得坚持，我对我的说唱有我独特的认识，爱我就得接受我的说唱，还有我的圈子，太多女孩想跟我聊聊黑怕知识，别误会我需要你的理解，不知道怎么解释所谓梦想和现实为什么要走开，只想所有努力让你看得见未来，不求太多回报，只求你陪我一起疯一起变老，别走开留下来，我需要你的支持与期待，别走开留下来，我需要你的理解还有你的等待。那个说唱歌手到底什么困扰了他现在的这段感情呢？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刘，22岁，来自辽宁，是一名说唱歌手。女嘉宾小雨，23岁，同样来自辽宁，活动策划。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这是你的男朋友？前男友？不对，现男友。到底是前还是现？前男友。那就是前女友呗。现女友。姑娘，你跟他谈了多久啊？2年多。为什么离开他呀？像他说的，他刚才说他自己说唱嘛，然后就开始有小粉丝了。那些粉丝我真的是受不了，成天的在骚扰他，而且他也是应和人家。白天聊一聊，你晚上跟人聊什么呀？你聊？我晚上没聊，他们就是问候几句，然后我就简单回一下，就是很礼貌性的回复嘛。大晚上问我什么呀？大晚上就问吃饭了吗？然后就是啊，晚上吃饭了吗？用他问，当然吃了。那不关心我吗？很正常，没有别的事儿。正常什么呀？咋不正常呀？动不动就是哥哥啊，么么哒，一个粉丝跟你么么哒，么么个什么劲儿啊？么么哒。不不不，他有没有过分的回应吧？你不能怪人，人喜欢嘛，对不对？那不回他不就好了吗？哦，你还回是吧？那时候主持人就说他跟我说话，但是你看我这性格，我也不像说什么么么哒，然后发那些特别暧昧表情那种人。就是他跟我说话，我很简单，就是很礼貌性就回复了。我说嗯，根本就没有刻意去什么暧昧啊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有对象，但我不能那样。没有暧昧就得了。那今儿咱俩来解决问题，你是粉丝跟着来什么劲儿啊？那我发的东西，然后他就来了，然后我说这个没什么，曲总的粉丝也来，珠海跑来。对吧？那我们一看，哎，曲总谁？我俩粉丝哪儿来的？珠海，没事是吧？没事。你看人家小燕多大方是吧？没事儿。你粉丝来了？就是也没人刻意让他来，就是正好来了嘛。然后有些事儿上来澄清一下，别让他误会了。您弄得多不好，现在。这个看来准备的还挺齐整。在哪儿呢？粉丝？下边呢，那儿。好，来来来来来，姑娘，来来来来来来来。主持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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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个来干嘛来了？我来支持闯哥来了。支持他什么呀？跟女朋友分手。我看也是，他没有那意思。不是，你是来干嘛来了？我就代表整个粉丝团来支持闯哥。代表整个粉丝团来支持他跟我分手是吗？不是支持来分手，你听他把话说完了。对，让人说完，那分手是我开玩笑的，别当真。来干嘛来了？只要闯哥开心，就来支持他，让他今天心想事成。那个，你还不太情愿是不是？哎，这见过吗？这姑娘？啊，没见过。你干嘛跟那么大敌意啊？是，一直喜欢他是吧？挺喜欢的，也喜欢他的才华，然后非常喜欢他的歌。闯哥要是个单身，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吗？你看他，看我干什么呀？你说你的吧，看我干什么？会考虑的啊，不，你别看他，会考虑是吧？但是他如果有女朋友的话，你是希望他们俩好呢，还是希望那个什么他们那个啊？只要闯哥开心，怎样都好。可以啊，你们现在这粉丝团体有多少人啊？70-80个人吧。哦，这个你负责哪一块啊？我是老大，群主。
方哥，别老师，方哥，那个人家说了，粉丝都希望他心想事成是吧？你说你现在最想什么？和好啊，然后就别跟我分手了啊。你爱他吗？爱啊。啊，你希望他爱你吗？更希望啊。好好问一下啊，你们支持闯哥的这个想法吗？还得想一想吧。不是，你前女友，你说什么？你说话对他好点，给我点面子行吗？你这老吵着啥呀？我跟他吵什么了？我吵什么了呀？你刚才没吵着吗？您说，只要闯哥开心就好。啊？只要闯哥开心。哎呀妈呀，这是真粉呐！你们俩和好了，你开心吗？开心啊！你愿意为他放弃你这些粉丝吗？也不是说。你愿意为他放弃你这些粉丝吗？这种问题。你愿意为他放弃这些粉丝吗？愿意。那个哈，姑娘，这不算他心里话啊，是我逼他说的。别伤心啊。就好好听歌吧，你看人家的女朋友，如果一旦和他不是心想事成就是和好吗？一旦和好了，你是不是比较介意你前男友跟粉丝互动啊？正常互动其实真没，我也有我偶像，我也希望跟我偶像跟我互动，但是，正常聊聊天行，你我觉得别发那什么暧昧的话，就是以后那什么，么么哒，啊，别发了，还有什么别发了？那种叠字的词我受不了。啊，哥就叫哥，别叫哥哥。说什么哥哥呀？啊、我的天，少数的那叫啊、那个，我也受不了。我知道你特无辜，你知道吗？是挺无辜的吧？有点儿、你无辜什么呀？你无辜？你别跟他吵吵就行。你那些粉丝做的那什么事儿啊？哎，这个别为难人家姑娘啊。现在闯哥也单身，对吧？对吧？对。其实那他表白又怎么着？现在他就是一个单身状态，他可以表白，他有权利表白。他表啊，对吧？表。闯哥，从2014年我在你们那边上学，看到你在广场上做商演，知道。从我听到你唱歌，我觉得你歌唱得特别好，跟别人唱的那种根本就不一样。看到你的表演。我真的当时都深深的吸引了我，特别特别喜欢。当时人很多，我是一眼不眨的等到最后，然后跑到那个后台跟你要了微信。谢谢。一直就这样聊着，我真的觉得挺喜欢你这个人，还有你的所有的作品。我们会一直支持你，永远走下去。希望你的音乐道路会越走越远。谢谢你们支持，谢谢你的支持。然后不管就是怎么对吧？这就算表白是吧？是吗？是心里话吗？你又看我干什么？人家主持人问你话，你看我干什么？他已经是前女友，你要是真喜欢他，你就勇敢的表白，我要跟你在一起。可是刚刚闯哥也说了，所以只是我单纯的喜欢他，然后我只是想让他开心就好。所以我就说嘛，这姑娘也挺不容易的嘛。刚才那就算表白了是吧？别人鼓不鼓掌，反正我得鼓掌，真的，因为我是觉得，大抵这是真的喜欢一个人，喜欢他的作品，因为可能我心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但是为了他，我把他全压住，挺不容易的，你应该挺高兴的，不管有多少人呢喜欢，不在数量，有这样默默的支持。就好好的表现呗。不是，主持人，我不是那么不通情达理的人。他要是正常那个支持也行。我觉得我们两个之前的事情，你们俩的事儿一会儿咱们再说，咱们一码归一码，好不好？反正你是他和粉丝的事情啊。不，你现在你前女友也没资格说这事儿啊。我先谢谢你能来啊。其次，其实我想他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好吧？也别太疯狂，喜欢歌和人是两回事儿，好吗？谢谢你啊，受委屈了，请回请回，谢谢啊，请回。对他，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态度。这姑娘没什么错。对，翻回头其实就是你做的不好。怪我了？肯定怪你啊，姑娘。咱们把这个粉丝的事放在一边，因为我相信，如果你们俩之间相处的非常好的话，大概粉丝都不应该是问题。如果说两个人之间因为外人而出现了问题的话，一定是两个人的问题。对，您说你们俩之间有什么问题？
粉丝这个事儿确实就小事吧，就是小吵的事。嗯、我们俩我真正跟他分手，是因为他这个人的问题。嗯，他说他追求他的音乐梦想，他喜欢创作。嗯，但是现实是现实，梦想是梦想。我说你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你再去追求你的梦想。嗯，他就是不工作。您不知道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啊？你说说。正常我们怎么的八九点钟应该起了吧？啊，他呢是大概是中午十二点，也可能下午醒，起来就开始玩那些竞技类游戏，一玩玩到后半夜，第二天起来还是那样。不，那他靠什么生活？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俗人。他钱从哪儿来啊？也接过一些演出，然后现在没有演出时候，我妈心疼我，少给我打点钱，然后我自己也能对付。你就直接说你啃老得了呗。不是啃老，那我妈心疼我，她给我打点钱，我得吃饭呢。你妈心疼你，你就不能心疼你妈吗？我现在我真的是不想工作。小雨是吧？你的钱会给她吗？等于你现在靠两个爱你的女人养着你，对吧？也接过演出，然后你说说你接多少次演出？不也接五六次商演吗？啊哈，一个月五六次，我至于这么说你啊？一年五六次啊？一年一共十二个月，平均一个月都接不到一个活动，你要接什么活动啊？做点小兼职是不是也可以啊？做过，我给他找的呢。那不挺好啊？人家做点兼职，然后再回来写歌，挺好的呀。我也觉得挺好的嘛。你去了吗？我去了啊。你是去了？我之前给他找了一个快餐店的活动，你怎么去的？你待了多长时间在那儿？不是我待多长时间，我那天穿一双白鞋，然后穿了一件就我认为挺好的衣服啊去了，然后我就去干，我那烟儿太大，然后又太脏，干那一天钱都不够去，我去就是洗鞋或者洗衣服的钱。你嫌脏，之后给你找的那个时装店的活动呢？人家大品牌，人家干净吗？你为什么又坚持不了？你说我这性格。我能去，就是也不是说伺候吧，就是挂那些衣服，零零散散就在那挂。我真，我不是说我干不了，我也不找借口，反正我就是没去。你还不找借口？你那么多借口。跟他在一起，除了这方面压力，还有其他的压力吗？有，就是之前我们两个再怎么吵，都是我们两个的事儿。在一起的时间久了，父母也是比较操心的嘛，然后问，他怎么样啊？能看到未来吗？我说我们两个才多大呀，只要他努力就行呗。嗯，我当初是这么说的，然后现在呢，我看着他的一个态度，然后我妈要是再说什么，我就低个头，我也不说话了。见过吗？我但愿是没见过。那不见过一次吗？我见过。我但愿那次没见过。怎么了？你还好意思说咋了？主持人，你看他穿着这身，他跟正常人的一样吗？我喜欢啊。你平时怎么穿我都无所谓，我也不管你。你见我妈你不能克制一下吗？我那天真的很收敛了，我花里胡哨，我衣服全扔家了，没穿。不花里胡哨，那裤子那个裆啊，都到那个膝盖下面去了。你是什么？你蛤蟆吗？你的腿上那么短？进去啊，那个他走那个姿势啊，那晃晃晃的，那金链子跟着一起摇吧。我妈，你以为他是流氓呢？就是谁家流氓穿那样啊？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到哪儿都听歌。我们等你半个小时，你不知道见我父母还能听歌，还晃什么呀你？你跳着街舞得了。听歌，然后一边走一边有节奏嘛，然后我就走去了嘛，不轻松点吗？气氛。你见我父母要什么节奏啊你？行吧，反正我现在理解了，但愿没见过。哈，女生心里应该还有他对吧？没有。没有你来什么呀？他求我来的。他求你来你就来啊？我要听听他到底怎么想的。哎，心里有他吗？有啊。让你在音乐和女朋友之间，你就只能选一个，你选谁？我这事儿特缺德，我知道。先选女朋友啊？先就只能选一个女朋友。是实话吗？是。看来你也没那么爱音乐嘛。音乐和女朋友你选谁？选女朋友。就从以后跟他在一起，从此以后不再碰音乐了，是这意思吧？不是。不是，那叫什么选女朋友啊？我还是选女朋友啊。就选了他之后就不要音乐了是吧？要。要，那叫什么选女朋友呢？都要。都要啊？就只能要一个，要谁啊？先要女朋友，再要音乐，因为那时候喜欢我，给我一切的东西啊啊！那是给你一切的东西，那就要他，不要女朋友吧？我就是一直以来，从小没有什么朋友，我喜欢自己待着，然后给我特别
特别我喜欢的东西啊，所以我先把那这稳住，然后再说那些啊。行，哎呀，一个提问俩人哭，这恰恰说明了什么？这小子是真喜欢音乐，这小子心里是真有女朋友。你还撒谎呢，你心里没他呀，你没他你陪他哭什么呀？这大体就是爱一个人和一份信仰之间的不同。看到了你们爱的这么难受，这么别扭，看看老师们怎么说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其实他们之间矛盾就在于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太大。女孩很现实，这现实一定是褒义词，因为你知道每天的日子是怎么过。但是男孩呢，只在为自己所谓的梦想他去幻想。我虽然不懂音乐，但是我们尊重每一个有梦想的人，也尊重你的梦想。我只想问一个问题，你为你的梦想做了什么努力？我其实也没付出什么，就什么时候感觉我有灵感了，我能写了，当你一天大概什么时候能感觉到有灵感？也不知道，对不对？对，比如说遇到什么事儿了，或者在外边，假如说走一圈，哪天跟朋友出去吃饭，回来的时候就感觉好，有感觉时候写。每天中午以后才起床，起床还要打游戏，然后女朋友给你安排了几次脚踏实地能够挣到钱，说白了能够让你吃饱饭的机会，你不尊重，你不珍惜。你想想看，你是一个真正为自己梦想去努力的人吗？而梦想实现的前提是什么？不是天上掉下一个馅饼，灵感突然来了让你一下火了，不可能。任何的幸福，任何的目标，都从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做人开始。就这样。好，谢谢老师。说唱这件事情不是只要 rap， 只要有节奏就好了，重点是它的内涵跟精神，对吗？对。如果你的生命就只有这一点点精力，你这个工作也不碰，那个事业也不去，我请问你，你如何累积够大的能量去创造出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的说唱内容啊？也许你现在忍受不了的很多脏苦，或者是耗费你时间跟心力的一些工作，正巧是未来你的说唱文化可以发光发热的料跟食材跟营养，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了。国伦走过很多很苦的日子，在写出我愿意之前。明星和粉丝应该保持单纯的欣赏与被欣赏的关系，而绝不是暧昧的关系。对，一个粉丝出现在一个明星的朋友圈里面，这是很奇怪的。是，他更不应该利用自己的粉丝对自己的崇拜和他发生所谓的感情。
当然，有明星和粉丝之间有美满的婚姻的，但前提条件第一，这是真感情；第二，明星本身是单身，但这样的情况极少。所以我认为明星本身应该做到洁身自好，而粉丝应该做到安分守己。第二，我要说到俩奢侈品你玩得好吗？我特别同意乃馨的那句话，对于女人来说，如果你都看不起这个男人，大概是没有办法跟他生活在一起的。爱情的路上多多少少有一些崇拜，当一段爱情脱离的崇拜的时候，不是爱情死了，就是它归于平静。粉丝啊，别瞎来了。涂老师那句话特别爱护你们，看看就行了，真在一起也没什么大意思，想清楚吧。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 赢百元现金券，更有火车票、机票、酒店优惠券领不停。其实像这样的事儿，在这个舞台上有过。
我记得在2013年的时候，有一位相声演员，因为他特殊的经历和遭遇，他就来到了我们这个舞台上，希望老师们能帮助他们。通过一个小片，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3年。腿走道时就感觉就是有点僵硬，完了手有时打开合上就感觉是有点不得劲儿。你为什么哭了呀，姑娘？感觉他挺辛苦的，真爱他。可是我也很纠结。你纠结在哪儿呢？我害怕他又像原来那样对我。丽丽，他原来怎么对你的？你跟我们讲讲好不好？好像是就是伺候他的那时候吧。看见不顺眼了，你走，你滚，我不想看见你。咱们彼此都那么相爱，我是在乎你才这么伺候你的，我没有欠你什么。人家说不想看见我，那好吧，那我就消失吧。抬头之后，我突然感觉我就特别冷静，我感觉我如果再这样的下去的话，我失去的不光是一个爱人，也许我会失去全部的。你知道吗？在分开的这一年当中，我尽量不让自己闲暇下来，我怕一闲下来满脑子都是在一起快乐的一些怀疑。真的可以在一块儿很幸福。冲过去呀、啊、兄弟上啊。掌声有请今天的特殊的嘉宾，有请。哎呦，你可好多了啊！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来。你好，主持人好。好好好好好好，我相信观众朋友和我看到你的第一反应是一样的。哎呦，可好多了，还记得您那会儿来的时候。今儿带了个什么来呀？这是我们结婚证。哇哇哇哇！这厉害了。结婚了啊！哦，好好好，开心吗？过的现在挺好。他每天上班，业余时间去说相声，他喜欢这个。对，我在家里看小宝宝。都想宝宝了？哎呀，男宝女宝？女宝宝。哎呀，好福气啊！怎么着？你们，你拿手机干嘛？小宝宝的照片。哎呀，你看看，你不带来，你老给我们看照片儿。你看，这是你闺女啊？是是是。哎呀妈呀，太像爹了。可爱。行吧，按照规矩，今天来了你们俩得拜年呀。祝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来财，九子归一，十全十美，百事顺心，万事如意。那个，你觉得这一对啊，你们有什么建议吗？我觉得吧，这男孩有梦想是好的，可是最基本的是你得把自己的温饱得先解决了。人女孩嫁你，你得让女孩心里有底。哎，你嫁给他之后，你现在心里有底了吗？之前没有，现在有。哎，之前没有，现在有了。所以啊，有梦想不是什么坏事儿，但是咱得脚踏实地，是吧？对，得把温饱先解决，这是最基本的。好嘞，祝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哎，祝你们的宝宝茁壮成长。谢谢你们啊。谢谢，请回请回。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对情侣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好了，谢谢两位。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女嘉宾，要保湿，易被湿。哎，你待会儿那个见证你们爱情求爱的时候，你现场来一段给她的呗。您是先说唱呢，
还是在过程里来呢？就是也不求什么，这就给他戴上当一个承诺吧，然后简单说一段，因为要是求婚的话，那样东西我感觉太重要，一生只能有一次，然后我就简单说一段得了。今天来到这个叫爱情保卫战，来解决我们的矛盾，因为我平时不脚踏实地，让你感觉非常困顿，然后不想多说什么，别走开，留下来，我需要你的支持还有你的期待，别走开，留下来，我需要你的理解还有你的等待。耶、各位请见证吧。不会了，一生只跪一次，但不是在今天，在我成功那一天，然后能给他他想要的那一天，不让他伤心的那一天。好，是可以走了吗？在现实生活中，除了事业和爱情有冲突，还有一个也构成和爱情之间的冲突，比如说家庭的阻挠。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小片，大家一起来。因为家庭的冲突引来了爱情道路上的波折和矛盾，接下来有一对嘉宾要走上这个舞台，他们之间可以用这几个词来形容：闪见、闪恋、闪订婚。在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爱情道路上出现了怎样的冲突呢？我们先通过一个 VCR 来了解一下。你要跟女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节目是吗？对。想解决什么问题呢？我想跟她退婚。退婚呢？对。那你跟她沟通过这个事儿吗？还没有。没有。那要不你给她打个电话，看她愿不愿意跟你一起来？好，可以。喂。喂。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啊，说。我想跟你去参加那个爱情保卫战。为什么？我想跟你退婚。什么？我想跟你退婚。你怎么回事？开玩笑的吧？闪时、闪恋、闪订婚，现在有人说要闪跑，行吗？跑得掉吗？这背后又有些什么呢？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恋人，掌声有请。男嘉宾小赵23岁，来自辽宁，私营业主；女嘉宾圆圆23岁，同样来自辽宁，是一名文员。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你们啊！你们没来之前，刚才我用了几个闪来描述你们这段情，是吧？你们自己再把这个闪跟老师们详细的说说吧。去年他那时候参加一个兼职的活动，然后就看他就对工作挺认真的，觉得一个对工作这么好的人，然后应该对家庭啊、对生活什么都能比较好。通过要那个
微信的方式嘛。经过一个多月，确定了我们两个之间的恋爱关系。一个月确立恋爱关系。对对对，经过了三个月吧，然后我们就见了双方的父母。这叫闪见，对不对？我们双方父母对我们两个都挺认同的。嗯，过了半年的时间就把这个婚事给定下来了，也就是半年就准备闪婚了。结果现在男方觉得太闪了，你现在是想闪人了对吧？对，干嘛要闪了？因为从处到现在还要在他父母面前，在我父母面前，我根本就完全想象不到他是同一个人。父母面前就表现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在我这呢不是打就是骂。有一次吧，然后他公司说要加班，我就5点多去公司去接的他，我就在这等，等到7、8点我就给他打电话说你怎么还没出来啊，然后他就说可能10点多，然后从7、8点到10点多，中途我睡了几觉，醒了几次，就是被冻醒了，你知道吗？到10点多，他又说可能11点左右才能完事。嗯，那我一边加班，我还一边顾着你，我累不累呀？然后我也心疼你啊，你想没想过？然后吧，我就又等到将近12点，他才跟他从他那个公司出来嘛。上车我也没跟他说什么，就是上来又跟我吼，又跟我闹，还要用手掐我，还这么掐我，把我脸刷的全是血，全是口子，你知道吗？你能不能别这么夸张？我是为什么对你这样？我上车我看他睡着了，我特别心疼，然后我对他嘘寒问暖的，他就连理都不理我，就冷哼哼说你赶紧在那睡觉吧，然后就不想理我。不是，那我不是说因为怕你上了那么久能不能好言好语跟我说，我上了一天班，我就希望你跟我好好说两句话，有那么难吗？我热脸贴你的冷屁股，那我不下车我在车上留着干什么呀？不是，你下车了他的脸怎么会有？他当时就是抓着我的手使劲抓不让我下车，然后这个手表嘛现在还有印儿，就给我就是吐露皮儿的那种的，我当时就哭得不行，妆全花了，隐形眼镜都掉到脸上了，完事我跑到外面，然后他就给我扛起来了，给我扔进那个后面那个座上。你怎么不给我扔进后备箱里呢？扔后备箱那叫绑架。 车当时都颤了一下，你知道吧？然后进去就使劲抓着我的手不让我动。嗯，跟我讲道理，你说我能不打他吗？不是，你就说我再怎么把你手抓着红，然后你还用你那个手指甲然后这么刷我，我现在这个疤还在。那我这两个都有。哇，真有哎。那边呢？哎，说明你体质差，修复的不好。姑娘，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这种人也不能嫁呀。他有一次公司开会给他打电话嘛，他不接，当时没电了还催着我去开会，然后 我还要不要工作了呀？然后我就赶到他公司那儿再给他打电话，然后这个时候他电话也接了，然后我就问他你在哪儿啊什么的。你那是问吗？那是喊吗？这电话是急吗？这么震一下的。那我不是急吗？你急你就给他，你急你有理啊。然后呢？发生了什么？然后吧，然后他就又把电话关了。啊，我就越在那等，等到那个公司里人都走了，就剩两个保安在那儿，我还进去问他。然后那人家保安说开完会他就走了，然后我就开车回家去找他。嗯，他呢从超市买了一大包吃的，准备回家吃。嗯，然后我就用车把他别停了，之后我想下车去跟他。你还好意思说你别停了？你怎么不给我撞飞呢？你觉得自己挺帅是不是？啊，好吗？我这个脚刚从车顶上迈下去，上来就咣一脚。就直接把我踹那样。踹哪儿了？肚子。他还用那个钱包砸我，然后他躲嘛，躲完之后他看钱包没砸到我吧，又去找那些砖头什么的。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吗？没砸着嘛。砖头也没砸着我，钱包没砸着。砸到会出人命了，姑娘。你撵不上他。然后跑到一个小卖店的时候，他把我追上了嘛。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用脚踹用手挠，旁边人都在劝说你不要打上去，然后他挺可怜的什么的，还不还手，说你挺可怜的。对呀，然后他们说完了之后呢打得更狠。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旁边还有人用手机拍视频，你知道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让我怎么下来台呀？你就一直让我下来台了。他冬天哈，夸张不夸张，就两件衣服都洗掉色了都。然后我就给他买衣服，都打包好了。他嫌贵，然后他跑了。不是，你说我是嫌那衣服贵吗？我是嫌那衣服不喜欢，我不喜欢穿，就剩我一个人扔我在那儿。然后你又打他了是吧？然后吧，你听我讲，主人。然后我就在那个楼梯口那等他。嗯，等他之后呢，他就用他那个手提包就顺手上来。你就扔我一个人在那儿，哥。然后人都以为我买不起，人票都开好了，你就跑了。
然后就用那包，然后顺手上来砸我。这次人比上次还多。你当时是个什么样子？你能学一下吗？我没还手。我告诉你，以后再打你的时候，你按我这个做法做，蹲下，蹲下，抱头，咱们练好这个防护动作就不怕了。来，蹲下。不是。哎，对对对对，头埋好，哎，这就不害怕了。打得狠不？还行，那次打得还行。啊。你基本是用腿还是就是用脚踹还是用手啊？手累了用腿，腿累了用手。哦，还有一次嘛，他中午他说他想吃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啊，然后我就特意跑他家去给他做的饭。这个人上去吃两口，把筷子往旁边刮一放就跟我吵，然后旁边有个充电宝，就拿着那充电宝就冲我头哐一下。为什么呀？这是什么道理？我想要加糖的西红柿炒鸡蛋，我告诉过加糖，你就给我加点糖行不行？不是，你非要跟我作对，我就想吃甜口的。不是，那你是就是说他嫌自己胖嘛，然后我就怕他糖吃多了又长肉什么的。然后他就是自己说就减肥呀，怕不吃饭什么的，对身体也不好嘛。减肥是女人一辈子的事业，好不好？哪次减肥成功了，你就不能容忍我一次吗？就还是当着他妈的面，你知道吗？啊、拿那个充电宝它都碎了，然后我头还能没有事，我觉得头挺硬的，你知道吗？所以那我妈不是帮你了吗？给我骂成什么样了？刚撵我走。你妈把你往哪儿撵呀、啊？把我往她家撵。那可不就是帮你吗？哎，你是要退婚，家里人知道吗？我有一次吧，跟我爸妈说过这件事儿啊，然后我爸妈就一下就急了，啊？为什么？因为他在我父母面前就特别好的一个形象。哦，我妈就直接跟我说一句：“你这辈子要不跟他结婚，你谁也不用结了，打光棍吧。”所以家里面也得不到支持。对对，因为我现在就是说有一种有苦说不出那种感觉。哎，去跟谁说？那你没设计一下，把他带到你家，你给他火拱起来，啪啪他一打你，你们家人不就知道了吗？有一次我当着我真有啊啊，来来来，然后我就说当着我爸的面，我是寻思让他跟我吵啊。然后这个人当着我爸的面就一直在劝我，还说让我爸不生气，然后我爸居然变了他给我打了。那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就是他跟他一个女的要那个什么手串什么，他喜欢文玩那些东西，我也不懂，跟人要你知道吗？人要想给你就自己给你了，好不好意思要啊？然后我让他别要哈，前好几天都说让他别要，然后分要分要。我那天在他爸面前，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啊？完事他爸就问我怎么了，我就说了，说完我想走嘛，他爸给我拉回来，就给他一顿打。然后吧，然后他还在劝我爸，你别生气啊，说我不懂事什么什么的。我孝顺老人呢，我孝顺老人，这个我不是装的，我跟你讲。啊，对，我承认你确实挺孝顺。你知道你现在要跟我退婚，让我怎么想？我对你有多好？你对我做过什么？对啊，你对他好吗？好，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你说说，你别激动啊，姑娘。他就是人特别懒。嗯。每个礼拜我到他家两次，打车到家给他洗衣服。嗯。洗完了，然后再晒干了，晒干再打车回去再给挂起来。啊。然后天天晚上上网什么玩任务什么，我从来不玩这些大型网游。啊。跟他那些兄弟嫌我累赘，给我撵走了。啊。我还得给他送饭吃。啊。然后每天晚上呢，我回家之后，我就是看着手机，每一个小时问他回没回家。他要没回家，我不放心。明天我们俩都得上班。有一次更过分，好，一晚上没回家。我就一晚上没睡觉。他说这几句话完全改变了这个事儿的性质，就基本上从家庭暴力变成了妈管儿子。接着说，接着说。他跟对我真的没有我对他好啊。是是是，就是生日礼物啊，情人节啊，圣诞节啊。不是，你说那个生日礼物什么的，然后我就他生日我提前几天我就问他，我还问了好几遍，我说你想要什么，他啊我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要，然后就不给他买呗，然后他还跟我俩生气。女人不都这样吗？不是，哎、那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也是不是我需要我点你一下？那你追我的时候我没点，你怎么知道追我呢？对呀、啊。姑娘，我敢肯定你当时点他了，要不然他不敢追你。我真没点，我说哎，我不要省点钱嘛，你看怎么，完事我就装一下嘛、真什么都不买。啊。不是说原来是因为这个打他的呀？不是，好好好。那我没打他，就哭了好几天，我真的哭了好几天。哦，对，我忘了一件事，他给我骗了，这怎么回事呢？哈，他就是认识三个月。不是，那我怎么骗？我怎么骗你们？你说你怎么骗我？我就说两件事哈，就是不是说一件事就改两件啊？说吧，认识三个月，好嘛，说。他跟我说他爸病了啊，我东
东西摊的水果都买好了，就让我这个人去、嗯、去看完了，他爸什么事儿都没有、嗯、就是给我骗了见家长、嗯、就可火速了那种、嗯、然后过后就是几天吧，然后就唱歌唱可晚，怎么叫都不回家，我寻思怎么回事呢哈，然后晚上告诉我回不去家了，哎呀你让我上你家待一会儿呗，然后我寻思就去吧，后备箱人东西都买好了，然后就去上我家，就是骗我见了双方父母，然后半年就吃饭，婚都定好了，房子他家都买好，他爸他妈特别喜欢我嘛，然后现在我家里亲戚全知道他，过年就等他回家呢，他跟我退婚，真的丢人丢大了，我跟你讲。不是，你说你让我怎么去跟你结呀？我现在就是说想到结婚以后，他对我就是打就是骂，我受不了。我问你，他打你那些，你自己拍照了吗？没有。以后要拍照，不仅要拍照，还要给110打电话，报警，备案。没有。干嘛呢你们？我特别喜欢这个键盘老师，总是给那么准确的音乐。得嘞，我也不说了，听起来喧喧闹闹的，但是这个背后还能感受到有爱。来，一起丘比特问卷。首先啊，我先定性啊，家暴打人是不对的，不管是男男女孩。特别不定性，我每次都管着他，就像没长大一样，就是这样。这就是刚才赵川说到点上了，你把他当孩子了，你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因为你知道在父母面前你温柔体贴，你也知道当着他的父母给足了他们尊重，而且能够好言好语跟他劝。为什么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一定要这种表现形式呢？我觉得跟两点有关。第一，你们从认识到确立恋爱关系到最后订婚时间太短，可能以你的本意你会要慢一点，但是已经把你推到这个位置了，也就是你周围的人父母双方父母都觉得你很好，你们俩在一起非常好。对，我现在已经无法退回了这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基于你已经没有退路了，你对他就可能就是恨铁不成钢。对，在短时间内你已经发现他并不是完全像你想的那样，所以你觉得很着急，他怎么能是这样，我们马上就要结婚的人了，所有人都看好了，我们是要走一辈子的人，你怎么是这样的人，所以你着急了。种种嫁接之后，你觉得就沟通已经无法到位了，你就用出了这种极端的手段。你开始是因为急想去沟通，说你怎么这么不理解我，到最后你甚至得到一种自我满足，这种满足来自于说你看你让我打你是爱我，而我打之后我告诉你为什么让你打，让你成长，孩子你要迅速的长大，妈这么管你是为你好，明白吗？你本性一定不是这种打的这种我从来不打别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俩是不是命不合还是怎么回事呢？没那些事儿，性格给你建议啊，两点也是两点。第一，我们这个婚期可不可以再往后延一延？其实我生气的就是全都是他家人提的，包括见家长，连订婚都是他提，他现在跟我这么说，我就是生气这个。所以你着急了吗？所以这么着，咱们先放缓心态。我内心已经倾向于我们的婚姻了，所以我看他这样太幼稚了，我害怕。对啊，那你找不找这么一个儿子？我喜欢他，我爱他。就是啊，那你就接受这些现实好不好？我们把婚期稍微延一下，不要着急，慢慢再磨合，他是能改的，他本性不是这样的，你要给他一定的宽容，你也不要太着急。好，谢谢。来啊，想抱你一下。为什么想抱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从大概中场开始一直到刚刚曲老师讲话的时候，他整个人是这样，他的状态是这样拽着拳头的，然后从这边一直青筋暴露到这儿，他没有放松过。我首先要说的是，一个男人不管你现在想不想退婚啊，你曾经爱过这个女人或是还爱我不知道，但是你推着人家一路到订婚快结婚了，如果让一个女人处于这么紧张绷紧像在战斗一样的在谈恋爱，我觉得你都必须要反省。我并不觉得这个女生天生就有暴力倾向，我认为每一个男人，我期许大家都要有一个自我反省的能力。如果我把一个女人爱成了神经病，我把一个女人爱成了疯子，我把一个本来脾气不坏的女孩爱成了一个脾气暴躁每天在丢东西的女人，
那么我首先要问的是，我有什么地方该改，而不是我要逃。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温文尔雅，虽然不到自信优雅大方美丽，但是我以前交男朋友也从来不打人的。但是我也必须跟各位承认，我真打过黄国伦，在某一个点我真的被激到气到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情绪的时候，我就扁他了，我扯过他的头发，然后我整个人把他扑在床上过，然后我气到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各位曾经可能有人听说过我还砸过他的吉他吗？如果光听这一段你会觉得说乃馨是疯子吧，怎么可能这么暴力啊，黄国伦你应该赶快跑啊。可是我们周围所有的亲友都知道我对国伦有多爱跟多好，当我越打骂的时候国伦不会变好，他只会逃，但是当我换一个方法跟他说的时候事情就改变了。以前我要他做一件事，我说黄国伦你做不做，你不做我就跟你分手，你不做我就扁你，他不会做的，他会跟我抗争到底。但是有一天我跟他说，国伦我相信这件事你可以做得好，我好想看你大展神威的样子，想看看全世界知道我的男人有多棒。他做了，当他搞定了这件事儿，我搞定了他，但是不是用武力而是用智力。其实你知道吗，虽然大家觉得说听起来好像我很暴力，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讲真的，我被吃得死死的，所以你不要装可怜了。你知道通常现在是谁要退婚，是你要退婚，现在是谁哭的说我不想退婚，是他。所以你们两个谁是真正的强势跟弱势，我们在台上一时半会儿是看不出来的。你们俩一个擅长挑逗，一个擅长战斗，他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是可恨之人却有可爱之处。你们俩现在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如果过了这个坎儿可能会很好，但如果过不了这个坎儿可能从此就分道扬镳。我可以用太多的事例来形容平静之前的激烈，比如说那块炼好的钢非要呲在那水里面呲一下，呲的那一刹那多么的激烈，但只有呲过那下之后才能成为一把好钢。所以你们这个时候磨合的越是鲜血淋漓，如果将来好了就能好得更加水乳交融。很多夫妻之间就是在熬不过那一关，就是磨合的最难受的时候，彼此最不认同最激烈的时候，没有熬过那一关最后就分了。但有些熬过了那一关之后可能感情非常好，爱之深则之切，你良苦用心他却不解风情。这个打是情骂是爱来自于80年代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好爸爸坏爸爸，里面有一句歌词叫打是情来骂是爱，哪个爸爸不打人，哪个接受人踩踏，师父跟他说：“
你经过了简简单单的四刀就成型了，而我却经过了千刀万剐才立地成佛。所以说爱情也一样，你们这些现在暂时的痛苦如果不真正的经历了，将来怎么可能修成正果呢？很难，这一点很难，但我祝福你们可以朝那个方向发展。既然相爱，又为什么要彼此伤害呢？就这样。每天他们已经被这对情侣深深地打动了。接下来出场的神秘的嘉宾，他们曾经也陷入到了爱情和家庭的两难境地之中。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来回忆一下，他们当初来到这个节目是因为什么。他这
这个人平时特别的小肚鸡肠，天天查看我的通讯录，查看我的短信。而且我跟你不结婚是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我自己年纪比较小。姑娘打算在什么时候嫁给他？我想在五年以后。我是希望我们能够积累一部分的这个经济，这个我们可以先成个家，一起努力啊，慢慢的来嘛。虽然说我不是一个很势利的女人，但是我觉得我看我周围的女孩找的男朋友都挺有钱的。哪个父母呢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呢能嫁一个条件好、工作也好的一个男孩。工作好、家里条件好，不见得对您的女儿好。我对她的这种真心，真的可以到了非她不娶的程度了。虽然说经济条件吧是外部条件，但也是主要的。最起码的，你在天津市市里有一套。80平方到100平方的房子，咱们就是世俗一点，对，有点，起码最终有一辆车。您嫁的时候也是有房有车？我们嫁的时候就是因为特别苦，当时白手起家，所以呢不想让孩子走自己的路。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嘉宾，掌声有请。欢迎啊，欢迎啊。主持人您好。好好好好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老师您好。好好好好好。现在关系怎么样啊？我们准备10月份结婚。哦，你母亲还反对吗？现在不反对了，她今年也换了一份新工作。哦，今天你母亲怎么没来啊？妈妈还在新疆比较忙，所以没有来到现场。哦，没来是吧？但是我知道好像编导已经做好了准备功课，是要有一个连线是不是？嗯。来来来，我们来接一下。来，阿姨，我是张希。啊，你好，张希。有这么客气呢？阿姨，我们在正在录节目，然后现在那个赵川老师想采访一下您。我没什么想问的，我就问你接不接触这臭小子做你姑爷呀？啊，赵老师您好。好好好，您好啊。嗯嗯，对对对。接受吗？现在接受了。哦，接受了啊。嗯。那您是怎么转变的呢？因为现在张希呢已经转变了。嗯。就说呢，工作今年呢非常努力，然后换了一个外企。哦。薪资呢也不错，在我们家女儿那个工作上业余时间，她不搞主持，她也很支持了。啊。不像以前那么反对。啊。每次她去搞主持，节假日嘛，都张希跟着去，照顾她，呵护她，就是这样的。哦。嗯，行了，我们听明白重点了。嗯，妈妈在意的并不是说她收入有多大的改观，嗯，而是发现这一年多来她对你闺女儿的态度转变了， 对你闺女儿特别的呵护，所以愿意把女儿就交给她了，是吗？是的。谢谢您啊，新年快乐。好的，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对，给您也拜年啊，谢谢您。好的，哎，好。行，我也没落着让你跟你母亲说话。没事，我们天天打电话。啊，天天打电话，所以也犯不着是吧？嗯。那你们俩也代表这个即将步入婚礼殿堂的这个情侣，给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拜个年，好不好？来来来来来。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呢，我也想祝福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老师，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金猴献瑞，财源广，银树成祥，花果树，祝大家新的一年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强，谢谢大家。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刚才这一对你们也看到了啊，嗯，有什么要跟他们分享的吗？我觉得从男人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女生打你两下就打你两下啊，因为只要不打死就行。我现在这也是崭新的。就是打两下就打两下啊！我觉得这个女孩可能也是爱之深恨之切，所以说她可能也是有点恨铁不成钢，所以说她可能把自己心里面所有的情感全部发泄在这个男人的身上了，哦，也有一点这个撒娇的成分在里面吧。啊，但是，我觉得再怎么说也不能应该太狠，适可而止就好。所以说像你那一道就不算太狠。这个就是极限了吧？这是极限吗？是极限，就是可展示的极限是吧？其实看完以后我也挺心疼的，我是当时。挠的时候没有发现，事后才发现的。好吧，祝你们猴年里互相挠痒痒啊，身上红一片啊，开开心心的，红红火火过新年。对，红红火火的。最关键，你看，我就说这吉祥话，我根本说不过他。祝你们10月份的婚礼如期而至，开开心心。谢谢。我还是那个老观点啊，祝你们早生贵子，谢谢你们。谢谢老师，请回，请回，谢谢，请回，请回，请回，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观众朋友们。谢谢老师，好，请回啊。曾经的剑拔弩张，通过了这个平台的沟通和交流，一家人又一次的走在了一起，一场美丽的婚礼即将如约而至。
可是现场的这一对，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呢？请开门。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谢谢，谢谢。要保湿，易背湿。来，我们看男生怎么求婚吧。来，我愿意为你做一个小男人，老婆，我爱你。下吧。谢谢。走吧，别秀了。谢谢你们。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见证了他们那个浪漫的订婚仪式，同时我们也请到了曾经的问题情侣，如今他们已经变成了夫妻，跟大家分享他们生活的快乐和喜悦。这不过年了吗？三位，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拜个年呢？祝所有的观众们在新的一年里呢，和自己的爱人感情增进一步。万一有了矛盾怎么办？不要紧，静静心，消消气儿，看看爱情保卫战，自己领悟一下爱情的真谛。我叫乃馨，希望大家在爱情里面呢，必须要有容乃大，心心相印，祝福各位啦。在猴年，祝所有的恋人们能够像猴子屁股一样红红火火。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的，要保湿伊贝诗，伊贝诗弹润保湿水。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 赢百元现金券，更有火车票、机票、酒店优惠券领不停。这过节了，我们也没什么礼物给大家，准备了红包，这红包里面不是钱，还是那句话，是我们的照片。你们可以把它当门上挂起来，它辟邪。再一次的祝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过节好，那我们就发红包吧。来来来来来。